停步。嗯，大河你哪里家？我来等你。哦，你规范和定定他是吗？你的动作真紧，这里就解决了。真可惜，你猜错了。回忆记录，下批评测，亚星洲杨秋将，顿时天气好天朦胧。哦，你竟然逃跑过！为了和定明他，只好回去你了。嗯。该死的废物，下集追个困。是。哈 ！Oh no！ 你别忘记了。不明就里，逐渐攻击我的，能到尽量漂浮不雄，配合无根，人海战术连环击中，精血之时应声困顿。丁志平，亚星洲半条连尸不化骨，九魂救不完。为本你的尊，就是因太过沉了，好。今日东方，今日秋雄，不同的手段一直平，但是为了相同的信任。魂术八方，下令定天，带出第个模样，我不留情，吞噬之来。至极之招。顿时实力聚会，三天地力，麒麟如吹作梦，威破逆天。起低空包，该下是以血红的红衣，这是元祖古路的传世，修天之笔，境界力量，混沌气流，混沌之心，化身惊天怒号。让我赞一点，这张温柔的美邦邦。一定是谁？这不姓蔡？父母养子，用些不好，进行一片失雄，正是比西蒙赢我们的中。天一亮镜，过来华夜三空，顺利西蒙，不敌痛苦，一时解脱，最后进行一息叹息。啊！啊！哼，古今不混。